爸都要一个月无走啊，恁爸冻袂调啊啦，我冻袂调啊啦吼。出来送幸福啦吼，听讲二月新的奖金制度啦吼，单嘛是足歹啦吼，钱也无较济，啊单嘛是同款歹吼，所以今仔来送幸福，佮送你一单吼，咱看今仔是倒一个幸运就会接到啦。我打先生吗？对，马小二吗？对。还没看到金额是多少？多少？今嘛一点二位啊吼，啊，这个熊猫赶快无要认错吼，一单一样52.52元，不认错，不要紧啊。今嘛吼，伊个 A P P 有出一个活动吼，一公里内的店家免运优惠，啊，伊无做宣传哦，这是我发现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咧，恁今嘛咧送的时阵啊，哦，你若是外送的咧送餐机，爱甲你的人客讲。哦，一公里以内的店家免运费，所以你尽量点啊！你记得要点的话，点140元以下啊，点的越低越好，叫点愈少愈好哦。又点了，你若点了愈少吼，公司就了愈侪钱安尼啦吼。哦，所以我算出来就是140元吼。你若低于140元哦，进公司基本上就了钱啊吼。啊，你也使甲大家到贺康到小北吼，冲单量啦，因为最近听讲。哦，二月开始薪资开始走吼，单的量无讲介好啊，因为佫加一堆新手嘛，对无吼？啊，毋过佫有人一挂老猫嘛要生活啊，抢无单啊。哦，即马就是单变少，啊薪水嘛变少啊，这走了真正会活吗？你有人嘛是佮爱趁钱的，人嘛是爱生活嘞，所以大家拜托一下，把这个单的量冲出来，一公里以内的尽量给它点下去。哦，你点了吼，一公里以内点了，你唔免运费啊，对无？你唔免开钱啊，人就送来恁家门口，啊，佫会使予公司了钱，佫会使予迄个外送员赚钱，这毋是一减二个的代志吗？所以我开始点一个物件来食啊，你知影无吼？啊，假设你若是有你家己食的店家吼，哦，你已经想要食超过一公里，你会使骑去一公里以内吼，啊，凊彩找一间 seven 啊，啥啦，就是像安尼，哦，找一间 seven 取餐，啊，你嘛是会使。哦，反正你都金融店，和公司了钱吼，即马哪会使做的就是安尼。哦，啊来记的吼，我有看到台北二月十二号，搁要发动罢工啦吼，罢工啦吼。欸，啊到时阵呢，我应该伫我的直播诶宣传一下吼。即马是咧问讲人数啦吼，二月十二号啦吼，2月12号吼，伊要搁发动一次罢工。哦，啊，伊时间目前来看是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吼，啊，到时伊若有进一步的消息，我会向大家宣传。啊，即摆记的吼，咱即摆会使宣传的，就是讲，你就跟大家说，一公里以内免运优惠，吼，啊，点下去140元以下，赶快点，用力点，点下去让公司赔钱呐，就是安尼啦，吼。